你我们到了这个前招的时候，收到这儿来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手啊是45度往上走的，这个手呢是这么走的，这个一定得把它分开阴阳。这个分阴阳指的是什么？你们都是这么一块走了，一开始也有这个意思，但这个时候一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跟着同了步走了，或者是有的人呢，这个时候走的时候，这个手这么同步了，你过来之后他又同步了。 就这个地方同步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分出，它这就等于是两个手了。你们闲着没事多练这个东西，就是它是往这样的，它是往这样的，一定把它分开。